子殿下。他把什么东西放神台上了？实话。太子月神图，看起来是他画来代替神像的。画得很不错啊。你认真的吗？是啊，画工是稚嫩了点，但画得很认真。是你吗？这小子怎么这么贼啊？太子殿下，我们走吧。嗯，不知道是你。殿下，你不要走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虽然你的宫冠被烧了，但是你不要不开心，我今后会给你造更多更大谁都比不上的宫冠，没有人会比得上你，我一定会的。殿下，你听到了吗？在我心中你是神，你是唯一的神，你是真正的神，你听到了吗？殿下，殿下，你在的对不对？殿下。殿下，你刚才怎么显形了？哦，我快没法力了，有一瞬间没控制住。殿下，是你来了吗？忘了吧。什么？忘了什么？忘了吧。不必因为我而遭受这些。算了，反正很快你就会忘掉了，没有人会记得。我，殿下，别说了，你又犯贱了。嗯，不说了。不过，反正已经犯贱那么多了，不差这几句话。走吧。不会。不会的。不会忘的。太子殿下，我永远也不会忘了你的。你现在天